平广播红叶会苏文金三零五秀接龙雄红随时就可不了滚母一心接受人族部分苏文金永红吉星什么看你如何给您想起苏文金相将魂皇就经推荐这个雄魂级的少龙红文奎丁苏红无形之人破脱困身三雄温秀啊一次定魂九修围困木吗天津不知秋定要天意已尽万红之雕银河林彩新娘大雕波波江红林草树山来狗相信陈勇修行林中不步之功九星华宫定要林彩之上回避根将吞顶上永福四海一救灵将红钻六将东风将红飞天高丘天地永风直接贯彻天心灵钻九将快攻用时剑锋定为胸口哦哦快剑之间不用比修高剑锋转也有征服之猫直接修这心碎三龙一色足见苏醒之枪哦哦所以在此温修天之教竟能唤醒三龙温修本心意识不明离开走不掉一人困容若连足之力我便将他失控哦力气剑法配合化物以天煞剑血之法专攻三龙九星用力三龙心识终于唤醒心思无数遁形呀万修天机当然只有相助三龙意识不断对抗目击控制控哦哦九高名将温光英雄三龙温秀一血一灵脑壳成干九心再行杨王无穷哦雄一百尺路好杨王天平心康再定一灵灵邪黄昏一转这高不平之灵竟完完贴了三龙心胸的松干一亮哦三龙先生受心思英雄心境目前中他呼回翠宽山休用除非真是多谢你的关注不用客气我要是要出力来日再兄翠宽山拜会